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練這首歌 introduction 的時候的一些方法或者一些留意的地方。首先開始的時候這個 D 音千祈不要給自己太多功，因為你太多功的時候就不像一個 upbeat， 其實是中功以下就已經夠了。反正開頭的音量只是 mezzo forte， 大家可以將這個 mezzo forte 當為 mezzo piano， 其實都不要緊，因為在這首歌的開始的時候是不適宜呢是太大聲的，比自己多一點的 range， 闊一點的 range， 開始的時候呢細聲一點或者輕一點，聲音薄一點，打側一點之弓， 1 2，我估有一個壞習慣大家一定要避免的，就是呢不捨得落去嗰個 downbeat 嗰度。經驗告訴我聽，很多人拉這一首歌的時候或者拉這一類型的節奏或者一個開始的這一句的時候，那個 downbeat 呢總是會像哒哒，千祈不要這樣，千祈不要這樣，你心裡面應該數著 quaver， 幫幫，是你的落弓呢要輕，要避免 action， 但是不要因為這樣而遲了，遲過那個正拍。 1 and 2 and 哒，都仲係數住半拍嘅。呢個係一句嘅結尾，所以呢個兩拍呢係要輕啲嘅，係好輕嘅。然後我係繼續上啦，開始 crescendo。唔知道大家都覺得係這個音 B flat 重要一點，定還是它的後一個音 G 音重要一點呢？到底是剛才是 B flat 多了一點大聲了一點，定還是它的 G 音重要一點呢？大家怎樣去看這個 crescendo 到底是最強調的那一點是在個 B flat 度還是在 G 度呢？大家可以在個留言那裡告訴我，還有告訴我為什麼你覺得是這個音是重要一點。不如我由前一個小節，這個音呢可以用一手指或者呢可以用二手指都可以，都不要緊，但是呢繼續保持響300位，停一停一點，半音不是真的換把，一手指，但跟住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的一手指千祈不要離開，如果你是用我這個指法的話是按響 A 弦那裡，而你應該感覺到自己停響 F sharp， 可以這樣練的，突個 F sharp 出嚟先，慢慢咧，慢慢將個 F sharp 咧越拉越短，或者越拉越輕，咁你咧就會有一個好穩陣嘅 B flat。即使呢個 B flat 咧係響 A 弦啊，用四手指撳，但係咧你都會撳得好有信心。
份譜上面寫住數 A，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數 A 是什麼意思。數 A 就是要在 A 弦去拉。你可能問，我不在 A 弦拉行不行？如果你是以這一首歌去比賽的話，很可能評判就會很着重這些東西。所以最好是跟回譜上面的指示，是用 A string 去拉。不是說你用其他 string 去拉就錯，不是。只不過在個 style 上，在 A string 嗰度咧，尤其是份譜又咁樣寫啦，咁最好咧係跟翻佢。都仲係 A 弦嘅，三把位，仲係三把位，弦直至呢個 A 音。大家睇呢一個 forte 咧，亦都不適宜咧將佢拉得太大聲，千祈唔好咧覺得哦，我而家響 E 線啦，我可以鍾意拉幾大聲就幾大聲。唔好忘記咧，後面仲有 fortissimo 嚟緊。如果你拉得太大聲嘅話咧，你太陶醉嘅時候咧，你嘅力量已經係到頂啦。咁所以 forte 咧，諗下到底你用乜嘢音量？千祈唔好抹落嚟。呢度咧，我用咗一個我自己覺得係特別少少嘅 fingering 啦。可能好多人咧會避免咧，或者避開咧，喺呢個音咧係用 E 線。咁但係我覺得咧，如果兩次，即係我呢一句會再出現多一次啦，之後 fortissimo， 如果兩次咧都係用 A string 嘅時候咧，係少咗好多變化。咁所以咧喺呢個音咧，我就會用 E 線。但係咧，如果你係用 E 線嘅時候咧，千祈要小心咧，你嘅落弓唔好變咗一個 action， 千祈唔好變咗咁喎。我相信大家應該未必會拉到咁誇張。咁但係咧，如果你稍一不留神咧，你就會真係有個 action 嘅。所以在你的身體語言，在你的右手，在你轉弓的時候，你都要很小心，不要被這個落弓是走快了。你要當自己是拎著一樣很貴重的東西，小心將它輕放，不要忘記左手 vibrato。 Fortissimo 接下來了，大家聽到啦，唔係硬啦，唔係硬嘅音色，係純粹係用弓嘅速度 ，bow speed 係嗱，你應該做到咧，係用全弓喺呢兩個小節啦，喺半拍啦，喺一拍上面咧都有啲 tenuto。呢啲 tenuto 咧，大家唔可以係純粹當佢哦 articulation， 哦係一個長少少咁樣去拉，唔係佢係有分量。呢啲半拍嘅音啦，一拍嘅音咧，全部係有分量。如果你有分量嘅話咧，係能夠同之前嘅嗰一句咧，之前嗰一次咧，係一個好明顯嘅對比。相反，如果你嘅對比唔夠咧，人哋就會問點解我要聽第二次咧？到底你俾緊一啲乜嘢人聽咧？我而家咧係響一把位，然後三手指。正常呢個音咧，我哋會用四手指嘅。咁可能有人會問啊，點解你會用三手指嘅？我想要嘅 vibrato 嘅嗰種效果咧，只有三手指咧係最俾到我最闊啦，係最有最肉緊嘅感覺啦。所以我唔會用四手指，一個好重要嘅音，我唔會俾佢用四手指。仍然有 tenuto。而家我哋先上A string， 小心落弓，唔好太重，唔好有个 action。嗱，份谱上边咧，去到呢一度咧，系叫我哋上三把位，系想我哋咧听 D 弦嘅音色啦，亦都听 A 弦嘅音色。咁你拉到呢段嘅时候咧，你要问有冇需要上三把位？記住咧，把位咧指法咧係冇啱同錯，純粹係你中唔中意，純粹你用嘅指法能唔能夠出到你想要嘅效果。如果你係想保持把位嘅，咁你絕對冇需要咧係上三把位，你就係保持一把位就得噶啦。如果你話唔係，我好需要 vibrato， 我覺得要闊啲嘅 vibrato， 咁確實咧三把位二零咧
係會容易啲嘅。咁但係我想俾大家一個問題，你係咪真係需要好多或者最容易嘅手指去做 vibrato， 定還是其實四手指已經足以應付到呢？我哋見到最尾咧係有一個七拍。如果我哋跟譜上面嘅功法咧，其實佢冇分兩功嘅，即係佢只係一功過。即係可能咧，大家用我頭先嗰個功法嘅時候咧，我會喺呢個七拍嘅長音咧係上功開始。咁可能你會係一、二、三。千祈唔好咁樣，千祈唔好咁樣，因為咧，我相信如果我咁樣拉咧，俾大家嘅感覺就係好似仲有嘢發生。同埋另一樣咧，逢係一個樂段完結或者係 diminuendo 嘅時候，如果你能夠用樂功去完結嘅話咧，俾人嘅感覺咧係會圓滿好多，真係會俾人一個 diminuendo 嘅感覺，係真係離開。你能唔能夠喺個功法上？俾人一個圓嘅感覺咧，而唔係淨係喺聲音上面，喺個視覺上面，俾人一個哦，去到弓尖啦，走啦。喺中間咧，唔好響正第一拍咧就換弓喎，因為咧會好容易俾人覺得哦，嗰度你有個 action。咁最好咧，你係數四拍一、二、三，第一拍過少少，然後先落弓。咁就會自然啲啦。咁如果你係落弓去拉呢個音嘅話，咁你可能喺中間咧要換兩次啦。係啊，換兩次。如果我哋想要一個落弓圓嘅效果，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